看着这家没，两只羊。其实贵，我看是两百，我看他有的时候反正每个人定的价格不然后09年。买碗米线加肉的多少钱啊？那个大碗小碗。这是小碗对吧？对。大碗的吧。大碗23。23哈。这里40吧。对。好。你是哪里的？我现在我家庭没有。加肉的，这个啊，这是我的，放点辣的。好的，放点辣的，放点香菜，羊肉香菜绝配，就放点小葱。这个是什么呀？我刚刚接电话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是你，因为你爷爷说的，就是说，我以为你是那边的。哇，烫了！他以为我们俩是朋友，你知道吧？这有人吗？啊，你去接他。人大肚皮小啊，叫了个大碗，你看这么大一碗，还多加了一份羊肉，慢慢吃吧。这家店也实惠。本来去想吃那叫什么石锅什么烤东西的哈，他们这边都是晚上在营业，中午的时候都关业了，不像其他地方，不想赚中午钱。来瓶大理的啤酒啊。外面挂两只羊，新鲜的羊，一看就觉得正宗。嗯，好吃。羊肉好吃。晚上要是卖羊肉的话，我就买它两斤，就这么淡定吃。老板，羊肉卖吗？就是说那种熟的，称斤称的。多少钱一斤啊？120。120啊。嗯。这羊肉蛮好吃的。嗯。看着门外挂的羊，看看地上那只羊，看我的自行车。我喜欢在我眼前的。帮我加20块钱的羊肉，称重量是吧？哎对。嗯，帮我称20块钱。1.12。1.12。对。啊啊。120一斤嘛。啊，对对对。加肉片，20块钱的，这羊肉挺好吃的。这是山羊吗？嗯，对，对山羊。已经熬到这个时候了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嗯，给你装个碗里，装碗里放点汤也行。嗯，不放汤没味道。你拿这种碗，可以可以，放点汤，放点香菜。来，你自己加香菜那些。可以可以，我调烫一下，稍稍调个味道就可以。对，小心烫啊。好，这个碗也很烫。新鲜的，放点辣椒吧，这辣椒是香，只香不辣。哎，对。记得帮我加肉。哎呦 ，OK， 我知道你还要瘦的。嗯。帮我来点汤嘛，算是喝汤了。嗯。这个叫什么呀？薄荷。薄荷啊，这薄荷蛮好吃。吃出汗了。嗯，要看是士官生还是还是校招生？校招有分两种，就是一种是士官生。好，谢谢。小生套啊。嗯，我等一下付你钱啊。没事。稍等。然后就是加了20块钱的肉。太好了，有肉有酒了。发现我是食肉动物。我们老师开的那个志愿会，我认识很多英语专业的学生，就当志愿者都没有当上，他把他一个非英语专业去当主持。这样吃才痛快。我操，好厉害！没想到哈，这羊肉米线比牛肉米线好吃，鲜。那我们就是你永远变成一个曹新，是吗？那我们。
果物价上涨，我们就没有调整。看看，肉多面少，这么吃也太贵了。这碗羊肉吃光了，就大碗米线吃的差不多了，撑不下了。这瓶酒喝的剩这一点，我现在的胃好胀，但是过足了瘾。吃饱了啊，腰子撑不起来了，咱们走。一直不停的一天，坐在车站的。